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抽卡账号的具体情况。本来这赛季想用这个号给大伙表演抽一波侵略如火卡包的，但考虑到此号缺马超合成铁骑，缺吕布传承一骑当千，甚至此账号九个赛季了还没有虎豹骑，感觉抽机骑如风，卡包也好像不错，然后就这么一脑抽做出了悔恨至今的决定。细数来不及，第三个五年，再拿一个，第五个，玄学一波才行。喂，虎豹之势，无人可挡。正好缺。玄学，玄学，玄学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黑呀？挑个地方，就这里了。再来。虎章先锋，一直在吃保底呀、啊！哦，神手君恩，但是这个不是稀有卡吧？不对劲，等第二天再抽试试。Tomorrow， 好，就这里。好起来了，虎章先锋。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虎豹之势，好起来，无人可挡。第三个，第四个了。我日！又开哦！便是止于一人一枪。妈的，越计谋亦不会后退半步。歪了呀，那就。我想要马超的呀。三军之中，虎章先锋。虎豹之势，无人可挡。哎，怎么和刚才一样的剧本？给我来张月镜吧，他别月镜，别月镜，别月镜，不要来月镜，便是止于一人一枪，约某亦不会后退半步。这都啥玩意，沙币卡包，浪费了我3.5万金珠。